工作20年了，从15岁，他现在35岁，完全没有变，哎，完全没有变，完全没有变，然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是不是？那他的很厉害啊，他的方法一定要学，15还能活到35都不变呢？对啊，而且过了30，而且最主要是他个人的影响力横跨整个亚洲，哇，我跟你说，你像我，比如说这么红，应该只有安室奈美会吧？可是我跟你讲，因为你们这个节目非常的红，在亚洲，所以我很蛮像这个。你客气了，我们其实每周也蛮红。哦，对，所以安室奈美会没有来这个节目，他怎么去每周？说的也是。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很常在这个节目出现。我知道，大概是周迅或章子怡吧。哇，国际级的哦，范冰冰，范冰冰很厉害。你说他的 level 跟范冰冰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厉害，到底是谁啊？好期待哦！最后我最后再说一点，给大家一点线索。代表他本人是歌手，歌手也曾经是演员，也曾经是蔡依林，还出书，蔡依林也做得非常好，蔡依林也做得很好，全方位呢，真的真的，巨星，而且他就是走那个男人非常爱，但女人又羡慕的路数。蔡依林这种人是谁？大家来，3、2、1，我就揭晓。好，3、2、1，哒啦啦啦，是您本人呢？句句属实，横跨亚洲这件事情，哎，我很常来这个节目，有没有横跨亚洲？有有有有。所以你在越南有知名度吗？哎，我有，我刚刚在讲说有点压力，我想说一定要把这节目扯下来，不然大家糗了。好，但是嘉文讲中一个，真的，你15到35没什么变。你说你们两位姐姐是不是认识我？说我们也差不多15。不要叫我们姐姐，叫姐姐。其实我们差不多时间出来，差不多。对对。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变？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个厉害的方法。而且我刚才在跟季妹妹聊说，我们其实小时候工作的时候，对，真的都是硬筋，因为真的是硬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天生丽质，就算不化妆，就是也是可爱，所以可以被杂派啊，杂完派人家说，哎呦，你本人好美，对啊，真的。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可以到了我们现在30几岁了，都还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本人，说哇，你皮肤很好，真的。秘方，好，我的秘方叫做要靠什么？噔噔噔噔。然后我的方法呢，就是5000倍保湿精华。5000倍，我当初是被5000倍吸引啦，因为我想说我们年纪渐长，然后我们每天都要化妆工作，又是强的灯，而且因为我们像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一天都超过20个小时，对，然后妆都在脸上，所以我当初就是选它。还有就是因为它在网络上口碑实在是太好，好可爱，好可爱，大家都知道，这瓶我也有在用，非常非常红，然后大家都知道。那我那时候那个拿来用，哎，我需要保湿一下，因为刚刚做完吸用，你知道吗？刚好去完角质，说角质软化要赶快保湿。不好意思，我带了一个新的，没有，我带了一个新的。你慢慢讲，我自己来就好。然后我那个时候正好看到这个的时候，就遇到 Sam 老师，然后我就跟 Sam 老师聊了起来。因为你知道 Sam 老师是万事通，特别对美妆保养品，而且有什么新的，他然后我就说，哎，你知道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我想拿来用一下。然后他就以一个就是那种啊，你现在才知道。现在才知道，用成这样你就才知道，对，我就买回来用，对啊，哎，非常棒，你们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它第一个好处是怎么样，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保湿，可是其实我们也擦过太多保湿的东西，对，然后我发现取决的重点都已经不是保湿，而是到底能不能留得住，没错，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擦好多保湿，哎，然后等一下，哎，它干了，对，有时候擦完之后还变得更干，对，然后我研究了它的那个资料，它因为里面有加那个锌微量元素，所以它。就是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就是锁水的能力比较强，要不然我们擦很多湿的，其实也留不住。对，然后你们试试看，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水乳状的质地，对，可是我们很怕这个，因为如果你有在化妆的女生就知道，这种有点像水乳凝胶的东西，你就怕它粉底会破屑，会有那个小屑，它不会，没有没有，完全涂就马上。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前，我就把它擦厚一点，到晚安冻膜啊，然后你上妆前也可以再打厚一点，你今天妆就会很持久。真的，而且你知道它有多难买？因为太热销了，它难买的程度跟江蕙姐的票有得比。
这么难买，就是那种，比如说你跟你知道说他要出新的，就是有一批了，你要抢哦，没有了，秒杀，没有了。而且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优点是，因为我也有在用啊，对。然后像我皮肤比较容易敏感啊，他用了我完全没事，对，就是保湿，对。然后我都是这样，然后放一罐在床头，然后常常关灯了之后觉得嗯有点干，还摸黑，然后自己这样搞。哎，有时候手肘啊、膝盖都可以擦。哎，其实你真的也太害怕了吧？因为它CP值很高，它真的不贵。这个成本应该蛮高的，因为它这瓶子是玻璃的，一般都是那种很贵的品牌，专柜品牌。我有抢到这个，好可爱，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它其实有跟 TV Lala 合作。我不知道哎，为什么？这里面什么东西？我就喜欢你们不知道的感觉。这里面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刚刚用的那个5000倍，它还有另外一个是升级版，小粉红，是，超可爱，这太吸引人了吧？哎，如果女儿大一点，你可以买给你女儿用，哎，真的，初中啊，就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用都不够嘞。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上面有皮皮拉拉，哎，好可爱哦，可以吧？少女的心来了。是，好，那我们请季妹妹来评分，请举牌。太可爱了。这是给绿灯呢，因为也都摸黑用。对，因为本身就是我也很喜欢这个牌子，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像我现在啊，觉得好像随着岁月的流失，你可以用的品牌真的要挑，而且它抹上去不会油腻。对，第一会油油油腻腻那种，然后第二是像我们会过敏的人，真的超怕产品用上去会过敏。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它是一个台湾的牌子，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用了好多日系啊、韩系啊、欧美，可是他们的季节不一样。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没错，所以我们要支持在地的。好，第一个绿灯哦。对。好，我们再请两位专家来评论一下，请举牌。啊，我们先请这个邱医师来讲评一下，为什么你今天会给绿灯？要抗衰老，最重要就是保湿跟防晒嘛，对不对？所以刚刚大家就有提到这个概念。是。那刚刚你有提说啊，用那个自制的啊土法炼钢的方式。对。那土法炼钢的方式，我刚刚有提到说它有一个风险存在，就是它它会有感染啊细菌污染的问题。对。那像这种它有正规厂商生产出来的，我比较鼓励大家使用。是。因为这种东西它风险会降低嘛，对不对？而且它正规厂商它通常。啊，它的成分比较稳定，哎，你任何时候来用，效果都差不多，是这样子比较好。那现场这也是给力的，对，因为其实这个品牌，其实刚刚嘉文有讲，它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品牌，而且还是你介绍的。对，其实我今天自己也有带来，不过没有带来，因为我。是我的比较，这就是搭配它不同的组合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到这些东西。然后这是因为大家也知道，今年这些双子星的这些图案啊，对，40周年嘛，是，所以呢，他们因为去年有卖过这个 Kiki Lala 限量的，对，这次也是限量的，这次是限量的。然后你看，就刚刚看到就是有小蓝品跟小红品，这两个有什么差别？那我跟你讲，小蓝品就是它基本现在在卖的，原本就是这个卖的非常好，就是已经超过70万瓶的热销嘛，所以它里面刚刚有邱医师讲到重要的就是有玻尿酸，对，然后复合氨基酸可以帮助你肌肤保湿度比较好之外，是。它里面呢还有加了一个保湿的锁水的因子在里面。除了这之外，刚刚还有讲到锌的微量元素，为什么要加锌？对，因为你的锌的话是一种矿物质，它对皮肤活化的功能会比较好。你想哦，皮肤里面的细胞有在微循环的话，抓水能力就会比较强。是，然后辅助它加强修护的功能。哦，所以锌不止男生要，女生其实也要。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贝塔葡聚糖的成分。哦。所以贝塔葡聚糖它扮演在所有的细胞角色跟连结又很重要的帮助的功效。所以呢，这个是一般的时候呢，你皮肤保湿的话，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保湿精华。对，然后它是5000倍锁水，可以补水、锁水、锁住水分的一个成分的功效。所以针对不同人的肌肤，其实这两瓶都可以使用，只是说你也可以看季节。那除了这两个极润版之外呢，其实呢，它因为我刚刚讲到这个双子星的图案嘛，是今年大家应该常常看到它嘛，对不对？对，在不同的什么锅碗瓢盆都会有。那保养品里面它就出现在这个品牌。今天有秘密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要加码的。哇哦，已经有这么多令人爱不释手的好东西，嘉文姐姐还要给我们什么大惊喜呢？